客家童花季将于4月11日正式开幕。除了欣赏童花美景之外，今年将注入客家在地文化，结合文创商品及客家美食，展现童花季自然好客丰盛的特色。而歌手伦玉今天也特别演唱童花季的主题曲《童花雨》。除了美丽的童花外，像是内湾的萤火虫、核心车站的铁道文化，以及各地客家美食等。我们萤火虫有很多的客庄的老房子，客家福方窝，还有客家的菜包，还有客家的米糕等等啊，这些更加的认识，借着机会呢，让他知道客家之美。台湾情报记者陈佑华、林昌宇台北报道。